你个王八蛋，老子要是出去，绝对放不了你！别激动，我今天给你介绍一个新朋友。进来。哎，这位朋友从12岁开始杀猪，至今为止已经杀了3000头啊！我今天把他找过来，就是让他给你露一手，让你开开眼。 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杀你的。你又不是猪，呸！你要是有种，就一刀捅死老子！把人带进来！我带着兄弟，你干嘛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，冉兄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兄弟，别害怕，这个王八蛋不敢把你怎么样。 是吗？这个土匪虽然穿上了军装，但他还是偷偷溜出军营去嫖妓。按照军法，就地枪决。我不当兵了，你放我走。晚了，太晚了。这就是你要杀那头猪吗？不是，放了他！ 你把人炸畜生放了他！既然你要帮他，那你就得跟我们合作。放了他！既然你要帮他，那你就得跟我们合作。根据石小雨画的那张图，那间秘密监狱应该就在前面。这不是二六三师大本营吗？我明白了，突厥蓝宝监狱设在军营的秘密仓库里，连国军士兵都不知道。这外人就跟我知道了。走，过去看看。 收起来！你们他妈这是干什么？是啊，这里可是我二六三师的军营，不是你们保密局的审讯室。潘副师长，我是按照涂小姐的指示审讯共党分子，你无权干涉。<笑>两条疯狗，闭嘴！呸！我告诉你，铁狮子试图造反，我和涂小姐已经把他就地正法了。这个土匪。 现在是我的士兵了，就算是要法办，那也是我说了算。滚蛋！滚！走！别以为我是来救你的，老子是想亲自审讯你。 铁狮子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潘涛说，铁狮子试图造反，被……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潘涛说，铁狮子被你和他就地正法。他这是在强行把我和他绑在一起。
走吧，我想自己带着。那我陪陪你吧。是。看什么看啊？下这么大雨的，别疑神疑鬼了，走吧。不行啊，这样太危险了，咱们根本就靠近不了。走，再回去想想办法。三层外三层的，咱们根本接近不了啊。情况比想象的要困难啊。那怎么办？我一会儿回去再好好想想。我送你回去吧，路上万一有什么事儿，我替你挡着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行。这样，明天早上我去当铺和你碰头，咱们分开走。好，路上小心。嗯。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我怎么没有这种印象？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病。我也是来看病的。你们约好了？这好像跟你没关系。你不想看看我是谁？是你。涂小姐，我今天晚上来这儿是为了进一步摸清周瑜的底细。你怀疑他是共党？我不仅怀疑他是共党，而且他是九阳地下党的总负责人。怎么，不说话？有人来了。他回来了，快点走。你不想直接和他交锋？还没到时候，走后门。
那年从缅甸回来的路上遇见了我的老同学，就是你们现在的侯站长，是他亲自介绍我加入了保密局，回来后更改了身份，一直潜伏到现在。除了他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真实的身份。希儿也能潜伏这么久，真是让人钦佩啊。我们之间没必要这么客气，你在九阳城的一举一动我都十分清楚，你的表现我很满意。不过要对付这些狡猾的地下党，那就要用非常规的手段，比如说这个周会长。开始我一直认为他是石玉堂的人，最后经过反复观察，我才确定他是共产党。可惜啊，还是没能抓住他的证据。我也在找他的证据。可据我的观察，你们俩的关系非同一般啊。希二爷放心，如果他真的是地下党，我一定第一个干掉他。那就好。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撬开冉玉强的嘴巴。这个共党分子骨头硬得很，我建议你做好两手准备，一定要周密布置，要汲取上一次的教训。是，一切听从龙王指挥。哎，好了，不喝了，少爷。我看得很清楚，是两个人，一男一女。起床，别说了，好好休息。以后晚上，我尽量少出门，多在家陪你。哦，谢谢你，少爷。不用了。你去忙你的大事，我这把老骨头死不了，我还等着看明天的太阳呢。一定能看到的。老板，我这个值多少钱啊？你这个呀，三个大洋吧。五个吧。就能给你三个，来。老板，你看好，再给我这个六部分钱。你这个呀，来让开让开。哟，给我看一下，这值多少钱啊？老总，你这个瓶子是一个姓乔的先生送来的吧？你废什么话呀？到底值多少钱？三十个大洋，你他妈的开玩笑吧？啊，我看最少得五十个大洋。哎呀，老总，看来是行家呀，啊，那就五十个吧。慢走。好了，老板，刚才我给你多少钱？周会长，这边请。我来当一幅字画。周会长，你当东西啊？哎，周会长难道就不缺钱了？不瞒你说，石专员又在催我们商会捐钱捐物，我哪有钱呀？这都是我的家底儿，再愣下去我就不干了。周会长，不愧是周会长啊！啊。一共是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女的我估计是土起来，男的不清楚。老周，我劝你尽快搬走，不能再待在药铺了。我如果走了，不恰好证明他们的怀疑是对的吗？可是你这样太危险了。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最安全。我一直在为石专员办事，他们不会为难我。再说了，他们也没有找到什么证据。对了。
乔副官约我下午3点的树林见面，我估计他们可能对起义方案做了修改，希望得到我们的配合。太好了，这一波来之不易啊！请他务必转告石专员、刘定省长以及同意了他的请求，他们的亲笔信明天一早就能送到。另外，让他抓紧时间发布起义通电，我们银座号的创办准备。 哎呀，龚老板，你太抠门了，这么好的字画才当2块银元，太少了。周会长，现在这个世道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再好的字画他也不值钱呢。给我拿2个大洋，不少了。行了，走了。再来啊！好。 哟，这个谢公馆真是出手阔气啊！这一下捐了100袋军粮。是啊，我听说谢公馆看在潘副师长的面子，才捐了这么多的军粮呢。看来以后我们要围这个潘副师长，马首是瞻啊！是是。有，涂老板，这么大早来有何贵干呢？我想和周会长私下谈一笔大买卖。好，你们慢慢谈。 你好像不欢迎我。我没有不欢迎你，我只是对你今天的到来感到很意外。此话怎讲？哼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在我的药铺，你在跟我谈一笔大买卖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买卖。那我来告诉你。 这笔买卖只针对你，对其他人没有一点价值。我想用冉玉强的一条命，换你一句实话。冉玉强的一条命，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了。冉玉强可是你的好兄弟，你们患难与共，难道你就不想救他？我救他？ 我可不敢救他，我如果救他，不成了共党的同谋了吗？真是奇怪，我都没有搞清楚，你怎么知道冉玉强是共党？我看你才是共党。好玩啊，好玩！看来我救不救冉玉强，今天都得跟你谈这个买卖。哎，我说。 你把枪放下，我看着害怕。你知道我这个人从小胆儿就小。放下，放下。你要我说什么实话？我问你，你还爱我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有这么好笑吗？ 王老板，于老板，出什么事了？保安团强制征收我的茶叶，这让我怎么活呀？我们米上的日子更不好过啊！今天早上，二六三是一个营长又强行搬走我20袋粮食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也只有关门大吉了呀！关门也好，免得共军打进城来，你们上缴给共军。
这位小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、啊。我们也是响应专员大人号召，为抵御共军捐了不少粮食啊。我们茶行也捐了不少钱呀、啊。一旦共军打进城来，以后你们的日子更不好过。我说涂老板，你不要吓唬他们了，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既然周会长这么忙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如果你想好了答案，记得告诉我。啊，等等。慢走，保重。乔副官，我们私下打了那么多交道，终于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了。好啊，我也等着这一天呢。哦，这是我们最后确定的起义方案和需要得到你们保护的军官名单。如果中共方面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我们就确定起义的具体时间。这个请你们放心，刘邓首长的亲笔信明早就能送到。太好了。快！快点，后面都围上！快！他们就在前面。快，包围这里！你们几个跟我来。你们跟我来。走。起义事关重大。你们一定要抓紧，宋喜莲已将师座调离了九阳，他现在正在拖延时间。你们的大哥，别说我不小心被涂雪莲发现了，你快走，我掩护，我掩护，你先走。现在不是争的时候，起义能否成功，师座的愿望能否实现，都掌握在你们身上，快走。现在跟我去见石专员吧，他现在肯定在焦急地等待你的消息。师座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这里，你们想抓住他的把柄，那是休想。师座，你多保重，先走一步了。Thank you.
都是些没用的东西。表姐，这个地下脑凝固处就在九阳宫水背部，我们居然一直没有察觉出来。这里面一定有石专员的功夫，要不要我们直接去会会他？乔副官已经死了，我们这里又没有找到置他于死地的证据，去了也是白搭。不过我还是要去的，我要向他亲自汇报一下乔副官的死讯。这招高啊！你去看看冉玉强，可别让他自杀了。我还要留着他陪石小雨好好玩了。你是怀疑石小姐是共党分子？答案自会揭晓。所有的桥梁，如果潘涛让你们炸桥，做做样子给他看就行。我明白。午夜之前必须出城，记住，不要让任何人看见。好，去吧。爸。啊，有事吗？小雨啊，你是不是想救冉玉强啊？现在还在特务的手里。是啊，小雨，你看看这个。宋司令要调你回重庆，爸，你可千万不能去啊！我知道，如果我回了重庆，必死无疑。小雨啊。不过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没有接到刘登的亲笔手谕。信已经在路上了，马上就到。但愿如此吧。我一旦接到他们的手谕，我就会通知全师起义，打开城门，迎接解放军，免得让这座古城受到战火的摧残呢。你爸爸也能为历史做点微薄的贡献。爸，人民会感谢你的。不用感激我，只要他们能记住，为这座古城
抛头颅、洒热血的人就行了。爸，女儿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冉雨强，但还是需要你亲自出面。小雨啊，爸爸为了你，什么事儿都可以做，哪怕是去死。爸，谢谢你。发出最后的口声，起来，起来，别他妈撤了！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进。兄弟，别他妈唱了。我劝你啊，别对城外的共军抱太大的希望，他们一时半会儿打不进来，即使打进来了，估计你也看不着了。来，吃热吃。啊，谢谢谢谢。老子要喝水，老子要喝水！叫什么叫？这没水喝。李正，石专员好。好什么好？好我就不到你们这儿来了。把门打开，我要见冉雨强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打开，开门。给我水喝，我要水，我要水。玉强，玉强，你们怎么能把他打成这样？石小姐，我们也不想这样，可这个硬骨头实在太难啃了，我们也不得已。不得已？我看，我看你们简直就是禽兽！行了，小雨，人已经看了，咱们走吧。爸，我们不能就这么走了。对，说的没错。既然师座和石小姐亲自来督察我们的工作，那我们何不让师座开开眼界呢？开什么眼界啊？啊，这个共党分子实在是太顽固了。涂小姐建议我把他就地正法，也好对那些还在外面搞秘密活动的同盟们一个警示。警示？我看你想警示我是不是？哈，师座，你误会了，我怎么敢针对你呢？我的意思是，只是想提醒你一下，你马上就要去重庆赴任了，这不该管的事最好还是别管。既然你说我不该管，好啊，潘副师长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今天这事儿我管到底了。这么冲进去太危险了，这个监狱总共有三道防线，至少有上50个士兵在看守，这还不包括那几个特务。那我们要想个办法，让那些特务们把玉强同志带出来，然后设法营救。办法是不错，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让特务们把玉强同志带出来呢？在制定营救计划之前，我们必须心里有数。这次营救可能会牺牲更多的同志，暂时放弃营救计划。老周，你不是一直主张要救出玉强同志吗？我当然想救出玉强，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万一行动失败的后果？小公已经牺牲了，我们不能再有任何闪失。
现在一定要以大局为重，为十一堂创造最好的外部环境，否则这将会影响到我们前面所做出的努力，一切都会前功尽弃。都散了吧。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要开枪的话，那就先毙了我。小雨，快闪开，别干啥事儿，快闪开。潘副师长，你敢拿枪对着我女儿，你他妈找死呢你啊！师座，你放心，我有分寸。石小姐，既然你那么心疼你背后这个男人，好。那你就劝劝他，和我们合作，这样我们大家都有好处。好，那我试试。等等，潘师长，这不太合适吧？这个合适不合适嘛，我也做不了主，还是请师座定夺。打开，打开！听见没有？你们都耳朵聋了吗？快把门打开！石小姐，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。如果我回来的时候，他还是老样子，那我就对不起你了。都走吧，给这对小情人留点时间。走。我说周大会长，我的手下不就是拿了他几箱茶叶吗？还至于你亲自跑一趟？啊，少团长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你们虽然抢了几箱茶叶，但是这个口子一旦开了，你说我们这些九阳做生意的还怎么开门营业呀？Thank you.
的手下不就是拿了他几箱茶叶吗？还至于你亲自跑一趟？啊，少探长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石小姐，时间到了，怎么样啊？他是想走阳关道呢，还是想回鬼门关呢？你直接问他。这怎么回事？